黑神话悟空 PS5 版价格终于出来了，标准版298港币，数字豪华版368港币。 PS5 的标准版只比 PC 版贵了30块钱，而且还是港区的。这样的大作卖这个价格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当四大天王一起出来的那个画面简直是太震撼了。另外，这款游戏的年龄分级也出来了，是16+重度暴力，2024年8月20号全球同步发售，分别是 PS5 平台、 Steam 平台、 Epic 平台还有 WeGame 平台，现在可以预购。那预购多了什么呢？预购即可获得特殊物品争先红葫芦，游戏初期即可通过土地庙复活点直接领取。那标准版和豪华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标准版只有一个完整版的本体，这个豪华版除了有完整版的本体之外，还多了一个兵器叫云铜棒，另外还多了4个披挂，还多了一个音乐精选集。游戏仅离线游玩，支持远程游玩，支持 PS5 的手柄。另外，黑神话悟空的 Steam 版、PC 版价格和配置要求都出来了。要想玩到 4K 全光追特效，需要什么样的配置？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。